传说1800年前有一个凶狠的魔神，他试图毁灭地球的一切存在，后被草地、八尺熊、八尺三个家族合力封印。故事来到一年之后，草地父子正大打出手，武术世家嘛，抢个花生、抢块肉啥的见怪不怪了。就在金跟他老爹不分胜负的时候，一个神秘人物出现，赢得了胜利。这平头得了便宜还不忘调侃，这肉丸太差劲，毫无口感，明天本公子给你们送一车上等货过来。这两父子并没鸟平头丸，继续又斗上了。一脸懵逼的平头捡起地上的信封，原来是拳皇大赛的邀请函，改赛制了，现在是三人一组车轮战。老爹听完一下就来精神，这样吗？那不用争了，父子一起上。正准备出发的时候，草地妈出现了。糟老头子，又想出去鬼混是不是？直接开启气管炎模式。金看着不对路，赶紧招呼伙伴跑。老爹就这么无情的被抛弃，原来老爹没参加九次大赛，是这么回事吗？